很多人爱脚底运动。一九七九年，民国63年，一位。很多人爱脚底运动哦，好羡慕你哦。你会管理时间呢、还有办法运动，运动成这样子，想象一片蓝天的样子，再想象你未来事业有成的样子。最好再想象我裸体的样子。来，罗志祥，快给我我的阿姨的身体上面用力点，射远一点，行吧，射多一点。不要想其他女人哦，快，你是个性情中人，你才会射成这样。只不过能量集中在你下面，很萝卜，下面很萝卜。罗志祥9号五度公蛋啦！为了这次演唱会，他天天练舞超过6小时，忍着膝盖旧伤复发，刻意减重13公斤，还带给歌迷重大喜讯：11月12号将移师高雄巨蛋开唱啦！注意啦，7月13号1点10分。开始开麦，咪咪一直在拍我，你到底会不会去？哎，请问一下，你是第几次看我演唱会？我喜欢你很久了。我问的题目好像不是这个啊、哦。我这第一次。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看你演唱会。哎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你欠我的钱还没还我啊。现在你该快打入嘉宾，让你有黑点。两种思想到底都深陷在不知。别让爱褪色，比对分即可。似是而非，只是一线之隔。今天，谢谢你们所有的陪伴。
谢谢。